你还要再盖一个吗？就这样，把印章盖在手上面，就可以盖出美丽的画哦。哇，还可以帮他涂上一个头发，不会变成一个光头。哦，这是盖印章画画。吴信义很爱画水母。嘿。哇，我盖了这么多，那你都在帮他画头发？不是，是水母的神。是水母的手哦。嗯，就抓住别人。那我帮你盖一个在脸上，哇！那你要脸也要画一个水母吗？你看。哇，是啊，他的眼睛耶，你看。他的眼睛还有嘴巴，然后这个还有啊！救命啊！哇！我也来画一个，就是这样，眼睛眯眯眼，这样，嗯，啊，然后嘴巴这样子，嘿嘿嘿嘿，你看他的这个牙齿，哎呀！他是什么？怪人。对呀，他是蝙蝠。你看，他还有长这个翅膀哎，嘿嘿嘿嘿。啊，他这个是蝙蝠。你看，那个是什么？坏人。坏人哦，是那个细菌人吗？不是，是很久以前他住在。要盖起来，不然会没有水。会是住在很暗的山里。对呀、啊，那我再来画一个谁呀、啊？哦，这里你看，他还有头上还有光圈，咚！哇，他是天使吗？盖这里。哇，盖那里。哇塞，盖很。啊！我的手怎么变成这样啊？这样很好吃吗？给你吃一口，吃一口呢。啊啊！不要啦！盖一个啦，盖一个。我。它有三指跟眼睛。盖这个手指画。你看。哇！那我也要再来画一个。我要画一个什么呢？哦，这是我的热气球。哦，我的坐在这个篮子里，你看，这个还会喷火。嗯，哇，我再画一个。这是我的热气球，我坐在这个篮子里。嗯，你要再画水母啊？不是。那这个还可以画成什么呢？哎，这个是汽车耶，这是它的轮子。真的耶。这是它的轮子，然后这是它的窗户。啊，怎么变成好像太空船一样？嗯，轮子，冰冰，哇，这是汽车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熊熊长胡子、喔。你为什么画一个长胡子的熊熊？头上还有一个麦当劳。这是他穿裙子、喔。这是他的火炮。火炮？嗯。他下面也有火炮。是哦、喔。嗯。那、啊、这个怎么没有画？没有这画。那个是吴信义。这个下面也有火炮，然后这里画一个窗户。哇塞！然后这里画一个。哎，这个盖子嘞，印章的盖子嘞。对呀、啊。有盖好吗？嗯。然后。这个要画，
这个要画一个甜甜圈，你看，照着这个线路，这个这样转转转，哎，怎么很像一个大便？为什么看起来像大便一样？这个。